荣耀畅玩7A 全屏刷脸与生俱来。据华为的官方消息，华为今年即将全球商用上市的 5G NR 产品顺利通过欧盟专业认证机构南德意志集团的认证核查，获得全球第一张 5G 产品 CETC 证书。这表明华为 5G 产品正式获得市场商用许可，向 5G 规模商用又迈出了关键一步。华为方面称，此次通过 CETC 测试验证的华为 5G C 波段基站是基于 3GPP 协议开发，面向 eMBB 大容量场景，可以实现室外连续 SGBPS 用户体验，以及时延低至毫秒级的无线基站设备。华为的 5G 系列产品在整个开发流程中，无论是从器件选型还是设计开发，从始至终严格遵循法规要求，历经多轮严格的评估检验，一次性通过测试，满足欧盟 CE 严苛的认证要求，具备正式向欧洲市场销售和商用的资质。 CE 是欧盟对进口和销售产品的一个必备质量要求，是进入欧洲市场的强制性认证标识。此次华为拿到 CE 认证，被视为拿到了打开欧洲市场的通行证。 5G 已经加快了上市的步伐，相信很快我们就能用上华为的 5G 技术。